您的同学，您觉得今年有可能来吗？有可能。谁是您的同学？我们比较熟悉的张国强啊，估计来不了。张国强跟你是同学？对，我们一批的。我咋觉得他比你小多了吧？小小，我们那时候我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大一点啊。我得跟大家说啊，这个我特别感动，就是，给连声找惊喜嘉宾，有的确实来不了，但是为调整时间能来到这个地方，几乎没有一个拒绝的，是吗？哎呀，我就说这家伙这。你请多少人吃过饭呢？基本上认识都差不多。那咱们来猜猜第一个嘉宾啊。好好好。从小就在一起玩啊，我们俩都是哈尔滨的。大家都忙嘛，这个行业，但是我们彼此心里都有。在影视的创作的位置上都会留一块给他。合作无数次，我们在一块儿，然后聊天啊什么都非常好。此时此刻，三组神秘嘉宾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。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，大来宾能否一猜即中，顺利过关呢？先见哪个房间的嘉宾？那就按顺序吧。一二三哈，那一号。一号吧。第一个问题。是男朋友女朋友吧？啊，男朋友，你看派出法吗？好吧，第二个问题。年龄跟我差多少？比您小不少。哎，我说这先生，您是比人家小吗？对呀、啊、觉得我这些来宾这朋友们有点不靠谱啊。第三个问题啊，我们合作的次数多吗？还行，那就说明合作过。四五年之内合作过吗？还行。还行。哎呦我的天，还有最后一个机会了啊，连声大哥。你微胖吗？微胖，您想的是谁？刘刘。刘刘比张海燕瘦多了。哎，我就猜刘刘。您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那一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演员刘刘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五四三二一，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。谁来了？答对了！哎呀哎呀，掌声有请。瘦了呀。演员刘刘年轻时期便与大来宾吴连生相识，关系十分要好。无论在影视剧表演上还是在戏外生活中，二位都十分融洽默契。今日刘刘作为神秘嘉宾专程前来助阵，将讲述哪些温暖故事呢？刚才有人在台上怎么评论说，就说你形象不好啊。对，说我形象不，我觉得还行，长得还可以。不是，王文艳怎么还舔着脸评价你长得呢？确实，你上来我敢说，我比她好看多了呀。她就属于典型的是臭不要脸的。不是，我在底下我特别气愤，我在那看，我说这吴连生啊，这话烦也慢。你得弄他呀，你来你得啥呢，整蛊他，然后这边这拥抱王芳，这节目这期就算成功了。哎呀，对呀，我的天哪，你得跟我站一块儿啊。对吧，这么说的话，这个刘大脑袋，我就说啊，你就说连声，你要是这么跟你一比的话，他这脸还真能看。二位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？80年代末90年代初呗。80年代末，这不30年多年了。多年了。那个时候你们是在北京吗？都没有，在哈尔滨当时。哈尔滨，他在话剧院，我在黑龙江省曲剧团。我那是说相声嘛。对对。哦，那您是不是挺羡慕人家话剧团的呀？还是他挺羡慕您的呀？我们羡慕他们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名气了。因为我们单位要出演出，比如演小品啊，包括你光小品唱歌那个不是我们强项，得请外请啊，比如歌剧院人唱歌的，然后那个得像那个带点有那个腕儿啊，我们都不够啊，所以说得请人家去，话剧院得约请人家。给我们来压轴来，演出那时候那样的啊、哦，那个时候刘刘哥已经很出名了是吗？那很有名，很有名，领衔主演嘛，领衔主演。那在您那时候在全国也很有影响，在黑龙江那歌很火当时。啊、哦，对，您二位什么时候成为的好朋友啊？就很熟了这种。就那时候就很熟了，就在一起演出，今天到这儿，明天到那儿的，就是你们在一起吗？对对对啊，工作生活什么的在一起，从那儿，然后后来我94年。我那时候就自己弄了个剧，
那个时候也是自己当制片人，然后连生呢过来呢演角色是一方面，他主要是那时候给我做那个现在叫演员统筹选角导演，对对对对，嗯，那时候叫副导演，对，太熟了，是不是？你的每一部戏都有他，每一部戏，对，没错，我俩是太好了。你看每年拍戏只要我的戏我都请连生哥过来，对，那现在您每次呢演戏的时候找连生，连生大哥您会不会只要是刘刘哥的戏您是推了一切都得来呀？对对，他自己啊就相当于给自己统筹了，跟对接时间这什么时候来几次，哎呀，就您都不用管，不用不用管他呀，就是跟熟人在一块还行，哎，你比如说就跟我俩啊，开心的，还乐的，就整个真的都快脱相了，这种感觉。一旦说人吃饭，不说话是吧？只要是没开开，就没给他打开。比如说我要在那行，哎，我连生，我你说说那次什么什么事，连生你说说，哎，你们那个怎么怎么，哦、就他给我讲过，我都逗他的话。哎，来，要不就一顿，这一顿饭下来，基本上自己喝酒也不说话，但是他不多喝，就是很少看。连生说喝的就都那样了，哦、没有，从来没有过、哎，就能微醺，挺高兴，挺开心。哎，这时候有模样了啊，这是微醺，哎，而且对脾气语言话多一点。我生活当中剧组里边啊，除了特别熟悉以外，就是我在我房间我几乎不出屋。嗯，就是我现在特别怕见这陌生的人，包括在剧组里边，不生的人我坐那儿我无语，我社交障碍，对，我不会怎么跟人聊，也不是说我想不想跟人聊，我想跟人聊，就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人交流，就起这头他就不会起，哦，起不了头，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对，嗯，哦，对，真的，一到剧组之后，你像我们这个团队我就很熟悉了，对，合作多少次了，他到我这团队呢，就是从我们整个导演组、制片部门，对，哎呀，摄像老师都熟，大家都熟，对，那都。因为这些人常年就跟我在一起，嗯，演我戏的时候，我经常是我这个团经常 A B 组，有时候我要一转别的组，他在那个组，他自己从人里待，有时候我得串呢，我说 A B 组串呢，我说哎，等我一回来见我，就来劲了，哎，我弟来了，哎，坐旁边了，哎，我就挨着他坐，